大家好，我是温子萱，然后目前就读中立高中，准备升高二。这次来参加赢在说话主播营，让我学习到如何架构说话内容，以及如何比较不容易紧张，让我可以自信的表达，然后跟上台说话。然后我觉得来 TVBS 参加这个营队，就是可以参观这里的环境，是一个非常特别也难得的机会，然后让我觉得以后有自信可以在很多人的面试当中脱颖而出。谢谢大家。